智能手机呢，现在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了。英国电信监管机构研究结果显示，智能手机呢，现在已经成为了英国最受青睐的上网工具。如今，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人使用多功能的手机浏览网页、社交聊天和拍照。据2015年英国电信监管机构通讯市场的报告显示，英国人使用智能机上网的比重已从14年的 23% 增长到今年的 30%。 使用手机上网的人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是高速 4G 数据网络的扩展和流式媒体的日益普及。除此之外，手机自拍功能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。尽管电子设备，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急剧增加，但是传统的交流方式仍然存在。美度新闻综合报道。